我是原乡老西门三地火锅头家吴进豪，欢迎收看《公视台语台报道高阿丁》。就是靠这两支的毛孔头啊，多出来时一定要头壳安尼摇摇嘞。头前支手，头前支笛出来，后壁支笛会当带动，会当做真侪动作。腾空、腾空、后空翻，买当拍拳头。两支棍啊，一道电光，一出卡更阿弟的戏，就安尼上档啊。全凭丹心辐射剂，万民喜气。六太平，到这就要带一个吹手咧。伫咧无电视的时代，配角戏伫咧南台湾是请假抓袂着。啊，不过对时代伫咧改变，目前敢若剩少数几个剧团，还佫伫咧做这款迷人的演出。天缘注定无差池，愿老吹白皆如此啊！但愿苍天小宝贝。到底这挂艺术是安怎干来用简单的两支棍啊，甲一块牛皮，就带咱入去光影的奇幻世界？又搁是安怎，这个艺术会渐渐啊消失伫咧咱的生活当中？大家好，我是有一句俗语伫咧讲吼，一暝看到天光，啊，唔知影皮厚一目。这个俗语是咧讲吼，以早顶岗人像我这款人吼，咧看这个皮戏吼、皮狗戏、皮影戏，看了规暝了吼，拢唔知影讲，其实这个台顶的皮狗吼，敢若一蕊目睭尔尔。这就是咧讲吼，这个外行人吼，拢咧看闹热啦，啊啦戆目咧看唔知。咱今仔日呢，就特别来请教着咱的皮影戏的前辈，咱的老先生哦，唔通吼，互人笑讲咱是外行人啦吼，咱今仔有看这幕，就去学着。咱来欢迎到咱的英雄乐皮影戏团的艺术总监。张新国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新国。另外，阿哥，咱即马吼，即个真少年的团主吼，张信宏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英雄乐皮影戏团的团长张信宏。以前咱皮影戏在做吼，拢爱做到天光嘛，拢做到遮久哦。皮影戏在做，伊有是讲人新民生日，或者讲人娶某、吃公关、拜天公。是。啊，你怎啊讲？这拜天公拢会出吉事嘛？啊，计是就拢啊十一点外准叫来拜天公嘛。是。啊，你像迄做皮影戏，暗时啊差不多八点啊开始出去咧做，做到十点。是。那么到这个十点的时，伊会天困，落来食一个点心。嗯。哦，啊，将食点心食了后时，伊就等到十一点外开始咧拜天公。是。啊，拜天公咱爱扮仙嘛，哦，扮玉皇上帝，啊，只三官大帝、南北斗咧。啊！遮扮纸较正经，扮煞的是人还阁拜袂好。嗯。啊，阮就开始咧做出文戏。啊，文戏迄阵都已经点外一两点啊，啊做就到要天黑光啊。所以伊拄啊三出做会，啊就三出光。三出光。嘿，拄啊好暗时啊武戏，啊甲扮仙甲卖卖文戏，啊咧三出都做到天黑光啊咧，或者三出光。嘿。做戏经验来讲，若要做到安尼三出光吼，算讲这。对我来讲算歹谈的，吼，有影歹谈的。好咧，做透明咧，做规面，有当时也毋是干来今仔日对无？可能是连续几落工，啊，拢是看时辰、看日子，爱配合主人家吼。所以讲这有影是无简单的一个任务啦，嘛算讲这个头路吼，要食这道的吼，迄除了是讲你的技工真好以外，体力嘛是真重要。自细汉要看到这个皮影戏吼，伫都市内底，尤其是北部，较罕咧看到。皮影戏伊大部分拢伫南部啦。北部大家知啊，伊是听遐古早人伫咧讲吼，以前啊，郑成功来拍台湾的时，啊讲有伊的移民，嗯，啊从我咧住咧南部，半边住咧阮遐立地山遐，是，吼，啊从我伫遐教皮影戏，啊阵传是讲北部住到二千人客，嗯，啊南部到屏东，啊即个三个中间拢有即个皮影戏安尼，是，嘿，啊阵民，迄阵的社会。农村社会嘛，啊，较无啥物娱乐，无啥物娱乐的时吼，伊将对这个皮影戏直直做戏，特别较，迄阵较算讲神奇就对啦。嗯，啊，神奇就变成足一人咧请，啊，靠，足一人做皮影戏安尼。咱面头前才有这
几多尊，几多仙哦。啊，这个是这位是仙嘛？仙，仙啊，这段段，啊这跳啊嘛？系跳啊。我刚刚迄跳啊，无啊，有甲无同款的。大人讲小跳小跳，伊跳较夸张啦，是吼，啊，较笑亏安尼啦，小跳就是安尼啊。哦，这大仙甲细仙啊，用途甲差别是伫倒啊？较早是用牛车变咧大啊，啊都做拢色较鲜啊，拢像这样咧色较鲜啊。是，这就是拢六十年前以前的红啊。啊，到七十八年的时，规个因为政府推广啊，我全部拢改改大鲜的。啊，本尊我才知影讲，哇，原本咧本尊的色水有这么多，这么丰富，啊，这拢是你家己刻的吗？我家己刻的，用要四五冬的时间来刻哦。四五冬。嗯，迄阵都因为细仙红啊，啊你向着要做，啊硬去刻啊，做这红啊，啊来放大仙，啊来刻安尼。来来来，小声小段，阿你把尾看一下电视，来来来者。来，看一下电视。看一下电视，哎呦，唔呐，看电视，我看手。拍死你！所以讲，咱伫办身的时阵，根本。会去用着，对吧？对对对对。金榜的时阵，就是这个状元啊，加这个皇冠出来。皇冠，嘿，嘿，就大衣。哦。其实会当看身躯的一挂特征。特征。就嘿，就大概知影讲这身是啥物角色。是。配音戏这红啊，其实伊嘛是甲人咧做戏的时阵，有一挂迄个脚步手路，迄是拢是相像嘛，对吧？你像这安尼来出来，一定衫裤爱整理一下嘛。是。哦。帽啊，爱饲好正，戴好平。哦，啊，衫裤这样咧背一下咧，啊，才慢慢安尼行。因为皮啊，伊拢用安尼咧行路尔啦。是。红啊，菜拢一定爱就咧靠背啦。是。拢爱一个死骨啦，即就算讲，大行拢是相同安尼嘛。啊，像这状元出到，注射汤精勤读书，得到状元天下第，万岁面前领有旨，后宫娘娘占会记。宏观小段，伊若出场的时嘛是同款啊。同款，伊就算讲伊做啊擦摸一下，啊身躯整理一下，啊手一下，爱咧行，就爱沓沓啊行，小跨半圆安尼行。好嘞。嘿，啊伊小跨爱身体往微微往前倾，因为较早男尊女卑的关系，所以啊，等小跨往前倾，然后他走路。伊咧行路就爱较优秀，是袂当像咱查甫人啊，定啊大波。哦，嘿，因为伊穿裙咧，你毋捌看过穿裙用龙的吧？我角色内底，我感觉小段诶操作方式上困难。上困难哦。用手小看咧背一下，啊，伊会滚到倒倒安尼绕一下，啊，拄啊一个一下咧，连就连步安尼行。你若拄伫波纹，伊咧行是拢用安尼尔。嗯。安尼。啊，这安尼在表演较袂遐拄好，是吼，嘿，这就安尼。是，你像迄老，迄较早古早，迄有三只手，爱着用两条布身，用两条布身是好讲，伊的断身会转身，转身。较早伊在装的是，伊这是用一个吊机啊在装。嗯。伊出来安尼讲啊讲讲咧，啊古早咧做拢一个人咧做尔。是是是。哦，伊这像安尼来倒翻咧，倒无平。啊，我知啊。倒翻来挖咧，伊只高咧就降位。是。啊，若要倒翻来，伊同我练者。我那个咧，将我两个都对好对。所以讲，因为是一个人，所以讲，伊爱人两个。对对对对。这是不得已啦。嘿，不得已。乡人以前我那是，特别倒翻来，伊等你个挖过来。啊，是是。安尼个挖过来，啊，怎啊做伙行起安尼？可比讲，我今麦这个头会等个挖出别人。哦，会啊，伊这头吼面刷作油。是。面刷作油，你吼，你若要特别个修开。嗯。会面线弄断去，啊！你这个面线弄断去，吃红啊多啊，真高都过只面线了。你若要断去，就较歹去了。哎，啊！你若吼较粗，就较不要紧，啊！再去油啊，一定要另外收起来呢。总得要做别个角色，今仔衫会当用着足济做官的嘛，咱才摕别个头来甲斗咧安尼。即我若做讲，我做头白。头白。嘿，头白就是专门咧梳那红啊头的所在。哦，有影咧。因为你这吼，你像那个草安尼平平。啊！你这红啊头要用对先背开，哦！你像这身红啊吼，你像这伊这三里目这个，这身大部分咧做，嗯，我拢差不多做什么啦？做盲太师啦。哦，太师。嘿，太师太师头哦。太师头。啊，阮这茶拢有茶做伙，因为官的盘拢茶做伙。你像这吼，因为这个面团咧茶也较袂要断呢，平平得茶较袂要断呢。哦，这样呢。嗯。哦，你安尼个茶咧，安尼伊较袂用我个面线。是。啊，无你若安尼拼吼，我白拼的时阵会去断去啦。啊，你这个红啊头吼，真扣在中啊只面线了。嗯，你这个面线你要断去，红啊头就害啊。是。啊，你都像这都读迄落读册啊，
书生读册人，诶，书生读册人，嗯，阿姊咧，即个我看到个写海格个头，海格个头，即就是，即个现代，现代化，即我感觉较现代。哦，所以讲有一挂剧目啦，一挂戏出，嘛是有较现代。对啊，因为有一挂吼，你必须要有一挂创新啦，是，因为你叫传统是归传统，啊，你做吼，若无一挂创新的比较，我那拢较，恁就较无迄个味啦。是。这个嘛是真特殊。阿姨无啊，第几款呢？阿姨下骹是咪爱穿西米露啊？敢有？西米露无穿，迄个叫阮普通的迄款衫裤的，特别衫裤啦。啊，穿好少看，啊，穿较好少。唔通讲顶悬穿西装啊，下骹穿高装啊？没啦，别安尼。咱若有只红啊头，你的身是固定，身是固定的嘛。啊，红啊头足是贴的啊，红啊头足是白的。啊，你若要做什么货，你红啊头当不可以换呢？哎，所以伊种事我做起来，内面骨啊出血当用咧。是吼，你皮影内底红啊头是上重要。嘿，我红啊头上重要。只是阮其中一个尔，但是阿伯佫有三四百个。是哦。对，我是提其中一个。我这红啊身拢差不多六七十先固定的啦。是。啊，红啊头骨啊八粒的啦。是吼。红啊头你都听爱做正东、正西、冰南。嗯。啊，是讲吼西游那位拢用只红啊头在用。那边好做了。家己会当吼，像讲家己的手路嘛，啊嘛是家己刻红啊，啊红啊头家己刻，家己来人，安尼变讲吼，这个物件是完全是靠家己个人的艺术的技工嘛。这时阵啊，正多做囡仔的时，就开始学下弦啦，是啊，学下弦啊，学弓落，学拍鼓。啊，过来嘿，接过来平静，算讲这朋友，那算讲就阮祖代流传的，你讲那做就传下来啊，传到阮阿公，啊个阮老爸教我啊。啊，这边传了，阮孙啊啦，这间五代啊，啊五代算下拢百外担啊，啊这红啊嘛有一挂百外担的物件，啊物件存的闲啊嘛拢百外担啊，是，一直拢古早留来物件，哎，啊迄吼是像够水的，就只后够水的，你唔感觉遐夹？哦，啊，这个传统物件，你大家遐搞就无彩呀。哦，你看无简单嘞吼，所以讲吼，啊，这各行各业啦，要做每一道吼，其实拢爱敬业啦吼，啊，拢爱对家己的这个代志嘞，拢爱真了解、真清楚，啊，去学习，这是有影是一个真无简单的过程。报告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、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，咱也是知愈多、捌愈深，对咱台湾着会。来到此地，进入翠云山八条洞，蔡老师自己进入行。花样戏曾经是咱台湾真主要的民间表演之一。你捌看过师傅用一支手就会当弄一身红啊？为什么花样戏无打平就无法度结束呢？大家拢看过舞蹈表演，但是你敢有看过有人用舞蹈来写台湾字？台湾字是要怎表演？咱就请分门的舞蹈家来甲你讲，要安怎利用舞蹈来表演白色色、红记记。你敢有详细看这庙内的神明？明明身躯顶冠都已经有刻衫，为什么外口搁要穿一束神明衫？咱为这神明做新衫、穿新衫，又搁有啥物款的美感呢？沙茶是咱台湾人食火锅的时阵，无法度去欠缺的一味。你敢知影讲沙茶是安怎来的？为什么咱台湾人会这么爱食沙茶呢？每礼拜请准时收看《报道官丁》。来到此地，进入翠云山八角洞，台老师自己进入行。古早的人拢甲搬皮高戏的演出，号做老生。每一个老生拢有家己上内行的戏。咱的山卡来咧只猴，啊，搁做遮天大圣孙悟空，是哩。原来是拍狗狗，可恶的万寿郎。这段叫做《西游记》，这是悟空保护唐僧在要取经，来到火焰山，袂当过，啊，要来甲铁扇公主借芭蕉扇。替身公主唔笑伊，啊，才发生这段的打斗。我今日是好意，要甲你借芭蕉扇，希望珠宝扇借我，四拍够，我绝对无可能借你。啊，若无可能借我，你就莫怪老孙的无客气啦。戏内底唔那是红阿的神变身，连请红阿的人嘛是伫咧大车边。
尾啊，来吧，去。《西游记》这出吼是咱班的吼，即个是诶手落戏之外吼，啊，我听讲吼，阿哥其实唔拿这出啦，有苏魂吼，啊，状元拜相对无？啊，即你甲咱稍介绍一下。即我嘛唔知，即个对对来，即我那做因对啊，一直传的，但当时传的嘛唔知啦。是吼。啊，即就是王，即迄个是阮老爷公册啦。我那讲因来讲讲吼，迄阵咱就做这皮影戏，吼啊，咱是拜老爷公。是。哦。啊，老爷讲有传四本册在要给咱，就四本，四大本，四大本册要给咱，啊，再下八本安尼，上四本在家，下八本是包括母的。哦，是。啊，这个上四本，伊就是一个苏魂挂到碧街白云阁，加多四大本。这哪更有做片啊？去的，大部分拢有四大本。这本内底写的是台书故道家。嘿，对。啊，这个。中间啊，为你做记号，这個意思是啥物？算讲这咧唱歌啊，哦，唱歌唱到遮，看温哦。嘿，对。普通就是完全就是靠背唱念，对，还有这个古道的一挂节奏这物件。嘿，伊这拢算讲哦，文戏，伊这做最大本的文戏就是讲安尼。伊这算讲对这白讲话这哦，外人讲话。咱普通话讲拢会换人换人安尼嘛，伊这八就是讲到这八就多只口就伊看开，是哦。啊，唱歌咧唱歌才做一个结束，做一个结束安尼，哦啊到这才换安尼，是哦。啊，你伊若开始讲这个内面写一个开八，开开哪写八就是开讲话，开哪可以看就开唱歌。这人咧做戏的时阵啊，这个剧本啊，比如讲吼，你咧进前咧排练的时阵拢来背起，啊，咱培养戏咧做的时阵。这剧本是哪看哪演哪做嘛，还是讲嘛是同款来给背起来？武戏拢是用记的尔啦。是。啊，那文戏较深的拢一定爱用看册。看册。来看册，嗯。啊，所以古早人咧切在做剧本，拢是在头前遮呢。啊，红啊拢在咧看，哦啊安尼做咧做。啊，伊来拄着，不过拢在梳头啦。是。啊，人讲吼梳头，啊得要用哪会？大部分啊做惯事啊，你拢做到遮来，得要唱歌啊，就要用哪种艺术，拢会知影嘛。是。哦。啊！我咧朋友要唱歌，伊当然伊头前咧做动作啊，比起来后壁就知影。是，阮嘛是手势，哎，手势有啦，刀啊、椅啊，比一下，我来知后壁锣鼓店要落哪会。是，敲一下，我来知影要落哪会。除了口本咧做啊，有角色叫小口白以外，其实这个景的部分，唔是干那红啊咧人啊，其实嘛有迄个布景，可比讲啊，要去出殿啊，要去城门啊，哦，啊，这嘛是爱景嘛，对吧？我来看下讲，这有一百。这帮吼讲顶门对哇，啊，我看这年代，哎，这是民国前两年的时阵去刻的吼，啊，团主啊，你这么少年，是，啊，啊，你即马手头顶管有这个布，咱有看了顶管写张力雕刻嘛，张力就是阮的永兴乐皮影剧团的第一代创始人，就是我阿祖，因咧做戏，就是较属于本迄个年代。哦，因就像迄个顶门顶冠啊，即个真啊，大家插国旗啊。迄阵咧做伊吼，拢爱申请嘛。是。啊，申请爱入面的红工团，伊才要咧做，唔是咱入面咧搞，咱来活团位啊。哦，顶公你爱注册登记迄个意思。对。所以你若无加入红工团的人，你是袂当演出的。是。对。啊，所以你若加入红工团，你演出的物件、剧本，拢必须爱包含有关。日本军队的物件啊，方便化迄个意思，对，差不多迄个，方便化，嘿，类似伊嘛是咧提振因的士气安尼，嘿，啊，所以迄时阵你咧雕刻的部分，恁都要注意，包括演戏的剧本，你嘛是爱特别经过，你袂当演咱台湾的廖先生还是哪会，你袂当演日本的吗？对，嘿，是哦，所以迄时阵迄段时间讲真正是咱台湾皮影戏非常。一个足大诶转捩点，是，足侪团拢是因为迄个年代，因为无演出啦，嗯，所以拢收起来，是，嘿，啊无就是阿伯讲诶，较早因为无加入红工团，遐个团诶，拢甲遐戏箱带伫涂骹咧，嗯，敲掉，惊去往敲掉，敲掉你爱，我爱烧伊啊，是哦，啊所以拢带涂咧啊。
光复了后挖出来，但是拢烂去。拢烂去啊，因为你土地嘛。皮影鱼的大月大概是什么时阵？皮影鱼的大月大部分拢是七月啦。哎，是啊，那是七月。因为七月对阮来讲，迄是敢那。对你来讲是小月。嘿，是小月。对阮来讲是大月。七月是普渡公的日啊。嘿。啊，普渡公的日你三十九都有在普渡啊。是啊。嘿啊，阮南部就是安尼。哦。南部尤其是靠海口吼，你这个七月时啊，普渡公生日，啊，就拢安尼敬，啊，安尼下。是，下会员就对啦，啊，下我你一定爱报答啊，是，我就安尼，阿弟就叫伊做安尼，所以阮啊七月时安尼做吼，有当时啊拢要做到九八月呢，有当做几个月迄阵老岁人，是哦，咱培养伊咧做的时阵，有可以有啥物较特别的无？啊，有啥物固定的一寡顺序安排无？因为阮咧老爷公有一个香火茶啊，哦，是，老爷公有一个香火茶，按伫阮咧头北咧。啊，这个老爷公是啥物人？伊迄个较早阮。我若讲因，我若做因咧拜吼，伊是一个跟一个公啊，啊写一个翰林院参父老爷公神位。啊，我若要处理的是，我一定爱捧几块甲敬，啊三斤甲拜拜，我就要处理啊咧。本身当然伊主家感情也写戏菜，是戏菜无吼，戏菜拢知影吼。嗯，戏菜爱得看今日去什么人敬神明，啊得要敬哪位，啊则神明什么人圣诞。是，我都写写咧，啊咱来得本身，啊得照照咧念。我着今日什么人敬贺，哦，啊，着下官答谢什么的神明，啊，望什么神明保庇，安尼当行这个愿，啊，会当平安顺遂安尼。是，但是我听讲咱的培养是除了这以外吼，啊，个一个真特殊的这个好名物件，叫做大病。因为这个大病就是讲咱甲这个白龙泉大海，嗯，大海时吼，迄就是讲阮像阮的隔壁遐，因咧较早吼。有搭一个病伫要行咱七月普渡宫，是啊，像伊煞因为风台天无当做啊，嗯，啊无当做，咱时间伫过，啊人无人个做，啊怎甲普渡宫完，甲普渡叫普渡宫完期就对啦，完明年安尼啦，啊所以这个病搭你也算唔敢听，是啊唔敢听，就是拄啊阮老爸拄啊做伊转来，啊来问阮老爸，讲啊这个病变怎，阮老爸拄啊二六年杀一个河角。嗯，我就是今年只号召去啦，哦，啊，你都用一个纸疗梗嘞，金疗金纸梗嘞，嗯，啊，点下刀啊，按下个洗洗，啊，病情那个洗洗嘞，啊，好，大家本本嘞，啊，咱这个病就当治啊。少少。哦，算讲安尼都做过。嘿，安尼都做过啊，咱托老公别忘记，讲安尼明年才做，今年已经无多啦。是。嘿，啊，都风台做到安尼，啊，人也不用来敢做啊。是。啊，得甲宝贝把个同意。嗯。啊，这个病必须爱听个。是。我只叫来个合格扫扫咧，安尼叫做大病。咱台湾人都是安尼，我跟人讲好的代志，拼好的代志啊，那就那这是安怎安怎咱来准过，其实咱吼无准过，啊，咱透过这个大病的这个仪，诶，咱种仪式吧，哦，这个仪式，这个科技啦，安尼甲经过了后，其实这个代志嘛是真圆满。嘿，对，嘿，啊，你咧病大了的时，啊，咱才出一个单，出一个状元，啊，出一个皇冠。啊，再来断疑，断疑就代表讲一切拢圆满安尼，团圆一切拢圆满安尼。阿伯拢会甲我讲一句：，你要做病情，你爱先学要去红啊。是。嘿，红啊若歹，你要怎修理？嗯。所以阿伯就用伊要求伊家己套，啊来要求伫我诶身躯顶，安尼。所以，培养起这个物件，我嘛是唔盲讲吼，会当互伊继续安尼传落。嗯。因为所以，阮即马咧行的路线咧，唔是单做庙会尔，阮嘛是有做学校的校园推广，互咱小朋友更加咧会来近距离欣赏咱即个台湾传统的培养艺，啊，唔忘咱政府会当到推广，以及到，就是互咱会当更加了解伊的水。是。培养艺水，就是水伫伊的影啦。对。对，这是真正。嗯。嘿，啊，我要哪互伊？更加活的，免啊，互伊个当观众更加接受的，这就是我必须爱思考的问题。是。